有件事想麻烦你，我就是做个实验，好像真的有电这种的感觉，我还是跟你解释下吧。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电压排查装置，如果说科研中心场地内部有漏电的隐患，那必须马上心不动不就生病了吗？我想得到更严谨的结论，现在你想跟我一起？你那为什么我的心里会感觉触电了一样？有相关医疗仪器可以直接检测吗？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多是和一位朋友在一起的。恋爱了，恋爱了。不是不是，是很好的朋友。相思病，相思病。你也看病？我突然心跳好快，我要出去透透气。诊所的调查差不多了，还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自己去，或许还存在一种假设。不不不，这个假设为真的几率太低太低了。基于我建立的数学模型，他不过是一位研究员，我会尊重事实，就这样得出结论太草率了。我要再调查一下，有结论的话明天我会告诉你。嗯，小心啊班长，别把我的菜弄乱了。是你把猫放进来的吗？哎呀，麻烦把谢谢班长每次溜进厨房。问完了，做得不错嘛，有什么收获吗？怎么可能，你肯定被骗。哎，不管怎么说这次多谢你了振民。你好，我是来唯一的可能，0.2%的真相就是我喜欢上你了。没错，我这就告诉。在经历了不明电流现象后，假设一，科研中心具体操作是先把档。假设二，所谓的电流来自因为我沙茶的摄入量比常人高。假设三，所谓综上所述，唯一并且除了我内心触电这个物理事实以外，还有一些现象是我原本。我提出了命题，希望得到你的答复。你喜不喜欢我呢？这
定正确。欢迎回来，我的好特工。这没错，你的观察由于你在上而起，那就我的风水盘。一开，但是卖这个的人给我解，我们只需要结合，怎么样？跟我一起行动吧。好，这地方不错，让我来拿出风水盘。好吧，多谢。更见闺妹，一一得钱。我知道了。那个人教我的口诀果然有用。哎，你看啊，我知道了，这代表了我跟他现在总之我们先往北方去吧。啊，是吗？怎么可能？哎呀，背不就代表背过去，你跟着我走就对了。快点跟上我。就是这里。哎呦，这沙子真……干嘛？我正在认……哎呦，我去！退出，他把我辛辛苦苦给他找来的盾牌拿走，然后把我赶走了。真的吗？但他说我跟你，所以我已经不在这，都怪你。要是你没抓到我，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就知道你好吧？看来我只能跟你一起，以后我们俩就说定。我回去之后得去找。原来我们之间并不是交流。抱歉。不，请等一下。交流电一般就是波形位置。爱情对我而言真的太难搞懂了，还是做就像很多历史上的科学家一样。
小弱鸡真是让人意外，想不到你。嚯，看来我以后应该叫你大铁牛了。不行，大铁牛还不够帅气，火箭炮如何？不不不，都不够好。这名字也算是见证了你的以后我们在街上相遇，我跟你打招呼。这次切磋酣畅淋漓的。这张照瞧瞧，可惜呀、啊！你看，谢谢你把这啊，戴森紧接，就算年轻啊，这张照马特尔他们一边鼓舞镇上，不过这水塔也难解沙石。年轻人，谢谢你把这张照片带。
你好啊，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上次你现在已经找回一大，如果你在哪，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我想，应该只剩下最后一张照片了。我本不是为了……哦，你竟然找……你大概猜到了吧？这1974年的那场沙尘暴，带走一开始，每个人都加入了指使我们的信，狂沙一随着季节，当初最坚定的那些人也坚持不住。马特尔几乎把周边的沙漠都搜寻了一遍，想要找78年，那是个平，我从不担心，那是20多年前，这就是我所有心，真的。之前例会上，你们都没听到我的建议吗？你的建议，造大型机甲那个？是的，我们从来没造过大型机甲。上次修大桥，我们明明才造过一个呀。造过，还可以再造。欢迎加入。你，哎，抱歉，两位，我得说实话了，你们的机甲小队是不可能的。别担心，工坊主，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先，我还在这儿呢，两位。不过好吧，只要你们能把机甲小队永远当成私底下的小秘密，我没问题。早上好，我专门来看看你。啊，瞧啊，这场雨应该是你来沙石镇遇上的第一场雨吧。是啊。对了，我其实想来告诉你，难得遇到一场雨，我今晚会在蓝月亮驿站搞一个晚会，还有一句口号，博吉斯想让我转达，要珍惜水源。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今天可以多多放一些露水收集器、储水罐，肯定能收集到不少的水。好了，我就先回去准备了，别忘了20点来蓝月亮玩哦。欢迎，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们因为一场甘霖齐聚一堂，庆祝这个时刻。在沙石镇生活了这么久，我感觉啊，今天的雨滴是最大最密集的。云朵聚集，湖水叮咚，我们大家相互帮助，你家拿出多余的水桶，我家腾空所有的花瓶，哪怕自家已经收集的够多了，也要尽可能多接一些，好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乡亲。所以下雨日对沙石镇来说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是我们收获水资源的日子，更是我们收获温情友爱的日子。它像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是对我们沙石镇来说弥足珍贵的节日。今晚库珀和胡果将要为大家，毕竟到了明天我们又会回乐队，就请奏乐吧。
杜地镇长，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这位肯定就是年轻。莫萨先生，欢迎你来到沙石镇。看来你之前已经对我们的情况有所了解了，不愧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啊！啊，嗯，那我们现在就去政务大厅吧，我想见见你们这里的建筑设计师，讨论一下波西亚直通路的项目。当然，不过呢。 我想，既然我们还有时间，要不就先四处转转再说吧。这倒不在我原本的安排里。那好吧，我也不想辜负了大家热情。太好了，那我们第一站就去。这看上去挺结实的，顶上旋转的星星标牌很有创意。这应该是你的杰作吧？啊，谢谢。是的，所有人都付出了不少努力，通力合作。嗯。 人们都常说，众人拾柴，那我们继续。当然，请跟我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游戏中心了，请看。嗯，我才想起来，之前我来过这里，那时这里还是一个。是的，不过在我们的创业者卡托利。你好啊，卡托利。不好意思啊，顾客，之前我们游戏中。 杜弟啊，你好，我抱歉，看来今天卡托里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我想等他缓一缓之后，就能好好向你介绍一番他的项目了。没事，给他点时间。哦，对，接下来我准备带你去。好的，我一是的，那就他呢？请看。 这片小树林就是沙漠里的绿色，是。照片里，这里种的树苗，就这么一亩多地。所以说你们才需要去往我的每项投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 我得回阿塔拉，跟我团队里的人再商量一下，在做出决定之前，我需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生物结皮土到底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当然，你也可以见见我们这儿的种植专家。不止种植相关，就像你说的，我不打无准备的仗。 投资新项目也是如此，我需要百分百肯定才会投钱。联盟里已经传开了，沙石镇正在走下坡路。你所说的绿化事业也是个未知数。联盟议会最近已经起草了议案。没错，你是找到了不错的工坊主，绿化也有了不小。我希望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镇民也能依旧坚守。请跟着我来，请看。 这也是我们不久前新修的水塔，比原来的水塔加固了不少，现在十分结实。这也是你参与的项目吧？嗯，我已经看出你他做的贡献可不一般。加固过的水塔再也不怕沙匪突然来袭了。我本来也确实想问问沙，请放心，现在也只有一个沙匪对我们一个沙匪就算再有能耐。 能造成的破坏也是有限的。个体的力量。那什么？这歌名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那就一二三开始。看来你们为了欢迎我做了不少准备啊。是的，沙石镇的发展对我们太重要了。这个词儿根本没跟我对过呀，溜须拍马的，这歌我可弹不了。你这么暴躁干什么？人家大富豪搁下面看着了，好歹给点面子。你这是欺骗，你这是贪心，是光明协会最不能容忍的。这歌我可接受不了啊，不会弹的。我今天还是不弹了，谁呀？谁呀？报告，附近的八幺二号紧急情况。我的八幺二。啊！不，我的机甲。这个键是做什么？看那个，我去。啊！我的机甲。以后我们再也别吵架了。好，我们一辈子好兄弟。你们简直都疯了。我真的十分抱歉，先生。事在人为，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跟对的人合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留在这里，看看沙石镇的人们到底是否有见识。你们很了不起，一直在沙石镇坚守到现在。但是今天的事让我发现你们没有让沙石镇重回繁荣的能力。一直以来，沙石镇的人员流失是有原因的，不管你们在短期内做了多少努力，我在你们身上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可能。除了这个，其他的事我都能。比如我可以帮助你们转移到尤弗拉北部地区，自由联盟正在那边进行一个边境发展计划，那里有着充足。我可以帮助你们找到合适安全的工作，让你们的生活回到正轨。怎么，你们都不愿意？沙石镇气数已尽，不管我怎么帮忙，结果都已经注定了。我建议你们接受我的提议。老爷爷，您怎么想的？再沙石镇住下去，可不？我们。谢谢你的好意，感谢你在这样，但是我难以接受你的提议。为何这么固执呢？生活本不止。如果可以，请允许我多说两句吧，穆萨先生。以前沙石镇有着一座学校，当时树木还没有被砍光，沙尘暴也来得没有那么频繁，沙石镇还是一个活力盎然的地方。但不知从何时起，一切都变了。在孩子们放学回去的路上，沙尘暴突然就来了。那天的风是那么大，沙尘遮住了整片天空，沙暴的喧嚣声似乎永不休止，阴影笼罩在整个沙石镇。马特尔，我的爱人，我们一起出去找那些孩子，找遍了每个角落，但米娅、小唐、安科尔，他们永远的不在了，再也回不来了。如果他们还在，大概比你还要年长一些，所以我们立下了一个誓言，一定要守护这片土地，不再让类似的悲剧发生。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在沙漠里迷失的灵魂，为了再也回不来的孩子们。
为了还在的，已逝去的所有人，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这些年我一度就要打破这个誓言了，但我的儿子扎克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不仅有我的儿子，还有更多坚定的人，镇长杜蒂、海蒂、这位工坊主，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小的成就。我相信我们有了新的希望，我相信沙石镇的人们，我相信沙石镇。我相信沙石镇。我相信沙石镇，特别相信。那你可以再多考虑一下吗，穆萨先生？麻烦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吧，看来无论我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你们的决心，也不可能说服你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行吧，就算是困难模式，也有值得一试的可能。也许之前我对你们的评价过于轻率了，我会留下来再多考察一段时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需要看到更多鼓舞人心的事情。等等，穆萨先生，刚刚你提到的边境发展计划。阿尔维奥。无妨，这是联盟最近筹备的大计划，相信大家都知道，杜沃斯一直对以色亚的奥兹遗迹虎视眈眈，多次小规模冲突都发生在联盟、杜沃斯和以色亚的边境，联盟必须提前准备起来。有了这个发展计划，边境就能得到充足的物资、人力以及更高的运输效率。一旦开战，我们将占有不小的优势。我还以为战争什么的离我们都很遥远。我并不是危言耸听，这个隐患一直存在，杜沃斯的狼子野心不可小觑，他们这些年四处强取豪夺的东西不少，奥兹遗迹的事情。穆萨先生，照你这么说，岂不是很快就要打起来了？你似乎有些误解了。边境发展计划涉及了自由联盟所有地方，我们会在边境附近建立一个方。谢谢你今天分享这些信息。不用谢。地方的政治形势面临的挑战和苦。别担心。嘿，幸好你在这儿，可以帮我看看吗？我的酒随身携带了机甲零件修复工具箱。太棒了，从数据上看，你在修复机甲这方面已经。听到我们要给那个有钱人表演，我这就跟钻进钱眼子里了一样。是兄弟一辈子一起走，那首歌我们就当。那些烧坏的家具我都得重新打一圈。最严重，那刚刚莫特爷爷说的那对，我怎么忘了，那最严重的灾难前三至少有了。今天的清洁工作不得了，非常好。看来首先欢迎各位，大家都应该认识我了，请看，卡托利乐园，一个庞大而丰富的游乐设施产业链，一个举世无双的娱乐品牌。众所周知，沙石镇曾是尤弗拉沙漠中最亮眼的一座繁华灯塔，那时我们坐拥自由联盟交通枢纽的曾经的金额，也是所有沙石镇游客最爱去的地方，是男女老少在疲惫旅途中的休闲港湾。
但再美的花也有枯萎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沙石镇开始走向了下坡路。但是在座的可能就有疑问了，我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呢？容我进一步阐述。总的来说，我计划便是，我相信不久之后游客们将慕名而现在就加入我的计划，跟我一起努力让梦。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非常感谢，有了这样一位力。很抱歉，最近我除了完成商会订单，其他时间都花在……好吧，没事没事。一个这个计划听上去不是很实际，但对沙石镇有帮助的事我都愿意支持。我可以……好的，我问先生，非常感谢你。一，从你的叙述中我没听到任何关于关键运营指标的目标数据。二，根据沙石镇娱乐业往年规模评估，你的项目市场潜力不大。三，沙石镇的地理人口结构数据让你的说辞更难具有说服力。综上，我将不会参与此次项目的投资。好吧，齐主任，我本来还想计划给你在乐园里设计一个滴答机甲乐园呢。想来一个旧世界宇宙飞船模拟发射中心应该也是一个极好的亲子项目吧。刚刚计算有误，我确实有一笔闲钱可以加入投资。谢谢你的慷慨，齐主任。不好意思啊，卡托利，你刚刚说的那一大堆我都没怎么听懂，但好像你提到了游乐园这三个字。好家伙，艾尔西他每天都叫着想去阿塔拉的游乐园玩，现在家门口就有了一个，看他还有什么话说，我加入。说起这个游乐园呢，我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家那个败家……谢谢你的入股，库珀先生，但现在我们还是把提问……素心，你说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嘛呀？这可是商业投资会，你还这么小，刚刚你卡托利阿姨讲的能听懂吗？当然啦，胡果大叔，我在书上都读过了，卡托利阿姨是想要我们做她的天使投资人，通过她的创意来吸引我们进行早期的直接投资。卡托利阿姨，我这里有5金币，是我送报纸得的奖励，我也要投资。哼，还说得头头是道的呢，那我也投一个吧。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有了我们素心小宝贝和胡果大哥的支持，我也会不忘初心，好好规划经营。那今天的招商引资会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再见。再次感谢你加入我的计划。我的乐园第一个项目就是翻新游戏中心，扩大规模，更新招牌，再加上新的游戏机，这方面就需要工坊主的帮忙了。扩建游戏中心需要不少的建筑材料，这方面我已经跟海蒂商量好了，他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会帮助我们提供施工方面的支持。但这次材料需要的比较多，也比较急，只能麻烦你辛苦一下了。另外，新的招牌和游戏机我也拿到图纸了，虽然不怎么懂建造，但这次需要的东西确实不少，你看怎么安排比较好呢？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就像穆萨在他的那本《12步走向成功》里面说的，相信自己能赢，才有可能真正的赢。来，这是图纸，这次麻烦你了。不过我相信等游戏中心修好，我们一定能很快回本，说不定第一个月的分红就能翻番，到时候我……好啦，收集完材料交给我就行，游戏机和招牌需要等游戏中心翻新完成才能进去组装了，到时候我会告知你的。再次感谢你的信任，工坊主，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么拼命没关系吗？宝，克里斯六世，老板别走啊！你走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做啥了。再去找师祖。老婆，到底发生什么？完蛋了！爸爸，爸爸。
这常见。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太不可靠。不要慌张。好吧，走。会不会是洛根那个？他之前从未直接攻击过。大家好，抱歉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但经我观察，东边细雨峡谷里的绿色可疑气体已经蔓延到了海拔较高的位置，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与裴普应该有关吧？这挺……谢谢镇长关心。那气体闻着很像化学物质，我现在只是有点头晕。我和姐姐搬到这儿真的是对的吗？这也太可怕了。阿瑞，沙石会没事的，丹丹。之前是水塔袭击，现在又是这些绿色的可疑气体，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说。这次的情况，我们已经……我的脾气哟！我在这儿住了快50年了吧，那从没见过有人从头到脚绿得这么彻底。啊，顺带一提，抱歉，库珀。看来我不啰嗦。这并不在于啰不啰嗦，而是在于事件本身。我们镇底下补过的旧世纪遗迹，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也请放心，被感染的镇民一定记得攻防主门。加这次的污染事件很严重，已经直接引加斯蒂团长，请跟攻防。没问题，今天一早我和梅丁已经去峡谷边上探查了情况，应该是某些旧，不过我和梅丁就没再往里走了，一直暴露在那环境里，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对了，你现在也是民兵团的荣誉成员，同时你也有可以保护你的防护服，我看要不然就让你带。我和多迪镇长的防护服也都还在呢。那可不行啊。哎，怎么能把我们镇好了都不用争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好吧，那就再好不过了。谢谢贾斯蒂。哪里哪里，这都是我们民兵团该做的。我明天早上就能把大家要的防护服做好。你这是打算熬夜吗？什么？那之后竟然……是的，民兵团的成员拿枪射中了那个研究员的机器人，有些子弹射偏了，把桌上的饭菜搅得一团糟，食材四处乱飞，幸好最后没有人受伤。你们这一餐吃的着实不容易啊，幸好你没事儿，穆萨先生。不过也是巧了，怎么每次有这种精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在呢？这样的幽默细胞对于建筑设计师来说可不常见，看来沙石镇的人们还真会苦中作乐，让我想起了我大学的室友，他很擅长讲一些冷笑话。可能是因为我很爱读报纸上那些有趣的连载漫画吧，作为建筑设计师也不能太死板了，不是吗？我能看出你有非常睿智的头脑，海蒂小姐，这可是个好兆头。来吧，我们讨论一下之后的规划。你之前说要让沙石镇多点绿色，我可没想到是这样的实现方式。这确实，不过你们镇上的内务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我来只是看看你们的投资潜力，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可以去打个电报，很快。不用不用，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我还是相信我们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好吧，我很期待。有一些基础的设计早已经完成了。丹丹啊，你说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这里站住脚，你在协会里帮忙，我有朝十晚二的木匠工作。哦，对了，我们还租了那么好的公寓呢，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我本来也想在这里养老的，我每天勤勤恳恳种树，忙前忙后的，不就是为了让沙石镇变得更好更宜居吗？也是，这次的污染事件直接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打水漂了。穆萨之前说的没错，沙石镇这个地方没法变好，我们什么时候动身？阿瑞，这你是认真的？真的？咱们还是别这么着急做决定吧。也不知道你这个慢性子什么时候能改改。
维奥小老弟，这些作品我都没见过，想怎么样？没错，你是哈哈，你在可以呀、啊，还卖关子。哦，东方主这么巧，你也来采购啊？这些美妙的陶器到底是谁的手笔？你肯定知道。来，给我点提示。哈哈，你这个提示给的挺妙，精巧的双手，真的出自阿米拉小姐之手，也就是说你，哈哈，这不，话题的，我可不是什么大师。阿米拉小姐，你来了，还记得？并不。哈哈，瞧，我正在这欣赏你的新作品呢。之后啊，我打算把你的作品卖到胡桃镇。不怎么样。啊？我的作品都是原价，不接受打折。是这样的，先前呢，我可能态度有点不好，说那些顾客都是为了你的美貌，只是一时失了。等等，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当初真的对我的技术没有信心，那为何还要卖给我们图纸，并且价格？哦，我知道了，这都是神秘商人的计划，想要激励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我可是神秘商人，哪能轻易让你们看见？不过一分钱一分货，你要是真的认同他们的质量，这么好的陶器，这价格也没啥好说的。好了，姐弟俩，我是个讲情面的生意人，我会按之前讲好的把这些陶器销往胡桃镇的，合作达成。谢谢，一言为定。那就……哇，终于迈出了向外销售的第一步。姐姐，晚点我们去庆祝庆祝吧，去蓝月亮下馆子去。老是吃你做的菜啊，偶尔也想换换口味。庆祝是不是还早？哦，对，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呢，要是缺了你，我们今天也不会成功的。嗯，刚刚你也听到了，因为技术的提升，我的店最近生意好了很多。借你。真的吗？你也太帅了吧。不行，这钱必须还的。哦，高温控窑炉的事情再次对你表示感谢感激。十万。好啦，就你会。晚上服一粒，明早再来。多谢了呀，医生，你真是帮大忙了。我喜欢吃药豆豆。等等，方医生啊，你这药怎么是黄色的？最近我老婆可是天天让我去画画，平静心态，减少暴躁情绪，我现在可对颜色敏感得很。你这黄色加绿色，那混出来的不还是绿色吗？你这药我家小裴吃下去，那不就得变成浅绿色？明早再来。医生啊，你听我说，真的，你必须得听我的。老公，老公，你别着急呀，咱没事的，没事的啊。哎呀，我这心脏跳得好快啊，我现在是感觉我自己好脆弱，我必须得大声吵吵才能有点安全感。没事的，老公，咱们得相信医生，不是？妈妈，我要给爸爸点糖果，还有药豆豆吗？这黑眼圈，没睡饱啊？